欢迎回到谁来桌游，我是艾瑞克，我是 Andy， 我是 Nikki。 今天要来挑战的是德国心脏病加强版。加强版这个游戏呢，跟德国心脏病很像，它的规则是，如果我们轮流翻卡片，翻出一模一样的卡片的时候，就要抢答。所以如果翻到场上变这样子，有人拍，拍的人就可以把他牌收进来，放在自己的手牌下面，当做自己的牌，然后洗一洗。那玩到有人的牌没有了，就结束。因为我们只有三个人，他玩到两个人没有的时候，就剩两个人的时候结束。我说一个人没牌，那没牌算输还是算赢？没牌算输。抢到的哦，所以我们要尽快抢牌，对哦，然后时间没就输了，最后拍的就要把那些牌拿回来，不是先拍到的可以拿回来，就是我们有手牌盖着不要看，然后先拍的可以把这些牌拿回来。如果有猴子的时候，场上没有柠檬，就是猴子是绿色的，猴子旁边是绿色，场上没有柠檬的时候就要拍。哦，懂了。那是猴子。然后有柠檬就不用拍。如果是大象的话，草莓就不能拍。哦。然后没草莓就要拍。对。那如果翻到猪呢？猪很贪吃，只要一翻到就要拍。哦。所以它是白色的，因为白色的，所以它什么都不怕，什么都吃哦。是。哦，懂了。然后我们要分三叠。我拿这什么？我拿这叠。一人一叠。然后放谁先翻？放自己前面。放自己前面。啊，谁先翻？要往前翻。哦，往前翻，就这样往前翻。对，要往前翻。哎，又没东西。对，它是猪，所以我就收起来。可是场上没东西啊。那就还是要拍啊。哦。对啊。用力一点，用力一点。哈哈哈！给我。我要争气一点。放下面，最下面不用洗。继续。哎、欸。啊！没错，我是拍头。拍错的，要把他的牌放在下面。哦，然后下一回，那放下面可以干嘛？然后下一回，我们的牌要收起来，是他的牌要放下面。然后接下来赢的人可以顺便把它拿走。好。好，你继续。哎、欸，已经有了，哦，不一样。差一个香蕉。哦，又拍错，又草莓。拍错啊！没看到，没看到。自己放。那到时候我要赢的话嘞？你有赢就可以拿回去了。心脏病。好啦。耶、yeah, 有一点。耶、yeah, 耶、yeah. 谢谢大家。要拍什么你？没有草莓哈。拿去。哪一张什么东西呀、啊？有这招？这派系啊！好，谢谢大家。喂，啊，没柠檬才要派。你的放下去。啊，来不及。我刚刚还没进入中，我刚刚还没进入中控。动作真快。用力一点。差一点。啊！拍错了。
拿回去，然后你手上下面。太紧张了。我还没快没牌，所以换你了。哎，拍错。你为什么看到他都要拍？什么东西？猪猪猪！猪猪到猪就要拍了，拍越来越少。哎，拍错，拿回去，再一张哎。哎呦！哇，再翻再翻，又是动物，又是动物。翻呢？猜一个草。换你了。拍错。啊？什么？有草莓。有草莓啊！有草莓不能拍大象。猪。嘴巴真好啊！谢谢你，跟我说声不客气。翻翻，拍啊！拍啊拍啊！换你啊！哦，那我要拍吗？那不用，那就结束。对啊，没有你可以等啊，我们两个还可以，就等到你这一轮暖完来。哦，我帮你拍到啊。好，再一次。太诱人了。对啊，没有玩到两个人，玩到剩下两个人就可以了。啊。对啊，没有就连、啊、就剩我们两个了。对啊。所以这样谁？他说。对啊，就是看最后谁赢，就两个人，那最后是两个人。我进入状况了。最后两个人。我进入状况，我会拍超快。会会会会。这有点坏掉。还可以吗？还可以，超好玩。德国的心脏病。我们再说明一次哦，有两张一样的时候就要按零。如果出现猴子，然后场上没有柠檬的时候才可以按。如果出现大象，场上没有草莓才可以按。那如果出现猪的时候呢？只要一出现就要马上按。因为它什么都吃，那没食物怎么吃？我知道，吃泥土啊。没食物就自己回家。对，回家，回家煮一点鸡点。好，我先，你先，爸爸你先。呀呀！不好意思啊。爸爸，你有没有洗啊？有没有洗啊？我先按到的。好，给你，给你，给你。你帮我弄走怎样？你手自己伸开的。哦，好痛、哦！啊、哦，好用哎呀！还没进入状况。动物。比弟先呢？没有，我是他没拍到，我先拍的，他后面来的。啊，一人拿九张。哎呦！等什么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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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拯救的人没拿到啊！你看，好，给你，你都给人家那个推走。嘿嘿嘿，掰下去，掰下去。哇！对啊。哇！九张。哦吼！
三张，不好意思，这样等于只拿到两张。哈哈这样不算，这样不算。你要这样不算？你按的啊，你碰到了。噔噔噔噔噔噔，吃力。刹不住了、哦。嘿，死长。为什么？因为一样啊。哦、oh, ，还有为什么的？每个人的这角度不对啊。谢谢，送我一张就是。哈哈哈！丢进去。哈哈哈！哈哈！换你。哈手肘开，脚手部，脚手部，好痛！剪刀手部，剪刀手部，都是动物，也都是动物，也都是动物。好啊，你了，来个动物。哎、欸，白鼠、欸，有吗？啊、哦，白鼠。你先看的。让我看一下。哦，白醋，搅回去，搅回去，有柠檬啊，有柠檬啊。我换猴子，妈、嗯，谢谢谢谢各位，就被我拉回去。抓一下羊是不是？哎哎哎，拍下去啊！啊，拍错！我以为没有草莓。都不看的。冲那么快，这一定会被我拿走了。嗯，看见。还没啊，他还没翻呢、啊。他没翻，我预备。到下面。啊哈哈哈！好有，你手挡住。不开心，都给你说翻给人家看，懂吗？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啊、看到了，看到了，很清楚。好吧。你在拍哪里？你在拍哪里啦？拍完。还拍那么准？没有。有了，我就知道我会有。啊哈哈哈！我还在思考。哎呀，还有还有。啊啊！我放好了。哦，爸爸会我的。哦，没有，我们还没准备好，不算放下面，给我放下面。反正你这样也准备没拿到、啊。有，可恶！看到没有？看到没有？嘿嘿嘿嘿嘿嘿！那是爸爸。我按到了、哦，我按到了、哦。明明就他翻着就拍下去，你会输的。怎样？按了，大力一点。姐姐，啊，我真的太高兴了。嘿，嘿，哦哟，嘿嘿嘿。你根本就是，你根本就是没有看就给他按下去了啊！我是靠运气的，有人点赞给我。来来来，爸，哎、啊，哎、欸、哎呀，还没没，你看你干什么？啊，一样、啊。大象哎、欸，真是。你要干嘛啦？啊，剪剪剪剪，所以他还可以拿回去哦。是啊，因为又没有结束。好，厉害厉害。
哎呀，哎，就在你手上。先过去就对了。真的、啊？你们在打？你们在打哪里？他先的。还要给他拖走了。都被推走。身上有动物。哎、欸，哦，没有没有，拍错。一。哇。来，过去吧。伸手，哦，你了。这吃的好难吗？哦，差点。猜一个蓝莓。这，哎哎哎，好、欸欸哦、没。哎、欸，怎么都没有一样呀？哎、欸、哎、欸欸，啊，换掉换掉换掉。好难吗？哦，时间拍。啊啊！怎么会这样？哎呦，差一步。哇，怎么这样？差一步。哇塞！输光光。好痛、哦。输回去了。这局好难玩哦，打超难玩的。然后还一堆动物。进入状况，进入状况。动物都在你手上。哎，两张。送我一张哦！哎哎哎，又超差一点！哎，哈哈哈哈哈哈！中！爸爸发太多的很，要等一下。嗯，哎、欸欸，你又是给你，把你从旁边打，好听耶！爸爸从旁边打、欸，没拍到，没拍到，哎呦，哎、欸，我差一点。又草莓，又草莓。哎哎哎！要不然，要不然，哎，猜一个香蕉。有柠檬。啊哈哈哈！没有，没拍到，碰到一点点而已啊。没有。小猪鱼，小猪鱼。你拍了我。可恶！请回来，专心点。我也从没听过。还有这边哦。嗯，知道。拿去，拿去。第二局好难玩哦。他怎么那么厉害呀、啊？输给他。好，你快点，一样，拜托，一样，拜托。啊，差一个草莓而已。哦、欸，看到大象就打，又有一只大象。我没有一样的。嗯嗯，差一颗蓝莓。没有了。嗯。好难玩的，哇！啊哈哈！我拍错了，好丢啊！你拍哪里？输了，输了。小赢。好了，好，来，要再玩吗？寿司东东。嗯，要再玩吗？还要再玩这个吗？寿司。再玩这个，这个吗？花，
好，玩寿司。好啦，谢谢大家，再见，我们玩了，再见，再见大家。